不要吵啊，我不怕，我进去。 你怎么回事？这是非常重要的诏书，希望你呢带到了南海，交给伏波将军关大人。啊？ 南海，那么远呢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国家的命运，皇室的安危，就在于你了。 啊，这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你快走吧。可是你怎么办呢？不要管我。只要把这诏书送到南海，皇上会感激你的。哦。
天下的百姓也会感激你哦。安公子，哎，安公子，里头都有点什么呀？你快点告诉我。你们不要吵，赶快回家去啊！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使命，我现在是大人，要办点大事，你们懂不懂啊？哦，走了。哎，别动我！ 那小子装疯卖傻，原来他是故意的。嗯，依我看呐，他们准是一道的。追，是。你们要知道。 诏书如果真的送到南海，伏波将军关天河就以此号召天下，用秦王为名打进京师。到那个时候，所谓的忠臣就要把我杀了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们也活不成。景国让息怒，宽限几天时间。 小的就是粉身碎骨，也要把诏书夺回来。好，等诏书夺回来，我要亲自拿给皇上看，问问他为什么要跟我作对。 请坐，请坐，哎，请里边坐，哎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哎，哎，过去坐下吧，哎，你要点什么？小二，我要先房。来了，哎，你要点什么？我这是美国。来了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哎。 阿弥陀佛。来，喝两口水。
客官，您想要点什么？哎，我要一间房间。您怎么的了？我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哎，我要一间房间。客官，您请。好，请。请。哎呦！妹妹，我看好戏了。想什么？那把刀啊！哦，你是说江湖第一刀啊？姐姐，哎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那个胖子的刀。哎，那姐姐，赶快把他送回去嘛。你呀，你的胆子真小，只有蚂蚁那么点大。可是。这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啊！这怎么能叫江湖第一刀呢？这简直是江湖半把刀嘛！这是你的刀，还给你。哦，在下姓安，人家都叫我安公子。安公子你好。我身上真没有什么重要公文呢，是真的没有。哎，老兄，真对不起，茅房在哪儿？我都急死了。
是干什么的？我要落在你手上的那份诏书。诏书。你是要找块黄布？不错。上面有写的字啊，拿去玩去了。没看到。拿不拿出来？这个人是朝廷的命犯。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啊，我是好人呢。你们让开。我相信他是好人，我们要帮助好人。他妈的。你们不要打！我的鸟笼子！对不起啊，真对不起。一点都没慌。
安公子，就是在下。算了吧，打架也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跟你讲和算了。京师去，如果你要是耽误了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我们这个穷村子，连马都没有，哪来的马车？放你妈的屁！大人，哎呀！我要跟你拼了！请你把他放开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你要是放了他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哦，真的？当然了，还要把诏书给我拿出来。诏书？啊？诏书？诏书在我这儿呢。你来的正好，可以带我跟这个小妞打一打交道。身手的确不凡呐。怎么了？嗯，我的命保住了。可是，我的心死了。我
为什么呢？诏书让奸党们抢去了，再把它夺回来啊。夺回来？我可没那么大本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帮助你的。我不要你帮助，我也不要你可怜我。我们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人，应该拔刀相助的。我不要听你那么多大道理，啊，反正玩命的事儿我不干了。我是一个女人都不怕死，何况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。我可不做大丈夫。你做一世的小人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可大了。只要不死，小人就小人，有什么关系吗？马大人，有个女人把安公子救走了。哦，马大人，国丈有封信让小的交给您。我知道国丈大人心里很急。你这个人呢？姐姐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那些奸党武功平凡，只有一个人比较出色。哦，我们两个人联合起来，一定可以打败他们的。妹妹，万一要是打不过呢？万一打不过，大不了一死。人家安公子都不干了，妹妹，我们还管这个闲事干什么呢？妹妹，我不要紧的。你怕死是吗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。可是我们姊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妹妹，人家已经决定什么都不管了，你还唠叨什么？妹妹，我们走。姐姐。我。你要上哪儿去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书既然落入江湖啊，吴国丈一定是坐卧难安呐、啊。谁要把这玩意弄到手里、啊，谁就可以发大财呀、啊！客官，你们又回来了。啊！我再找一个人。公子啊，千万不要闹事啊！你不要管。哎，我们到楼上去看看。老丈人就是这样想的啊。哎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客官，
本店有各种酒菜，茶叶点心，香的、辣的、甜的、咸的，随便您选，应有尽有，一概俱全。请坐，请坐。您来点什么？一会儿再说。朋友，我们有话好说。对了，把话说清楚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请。好。各位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没事，没事，坐。没事。我看着一定是这个胖小子，咱们今儿个晚上就好了。敢问一句，你找我有何贵干？啊，咱们既然是朋友，这个诏书你该还给我了吧？好。有条件吗？你要告诉我，谁给你诏书的？啊？要送给谁？做朋友要有意思。安公子，他的来意可不善。你要的玩意儿在这儿呢。
玉芳，哎，怎么你哭了？我没有哭，我没有哭吗？啊啊，没有哭啊。嗯，走，我们走吧。 真是笑话！一个堂堂的江湖高手，居然狼狈成这个样子！哼，启禀国长，哼，是小的错了，实在无能。国长。 机会，安公子不死，我就活不成了。 哎，船家，送我们过河。嘿嘿，嗯，哎，船家，送我们过河。 上船吧。嗯。
叫你不要走大路，你看碰上了吧？哼，哎，来的正好嘛，我正好可以来收拾他。嗯，妹妹，人家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们看着本事好了。真是个打不死的程咬金，大妈，又找上我来了。既然来了，就表示你不服气，啊？既然不服气嘛，你就用不着害怕。拔刀吧，我啊，我要让你先拔剑。回去报信儿，我们已经遇到敌手了。去。
哎，嗯，了不起，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哎，多谢大侠救命之恩。哎，请教尊姓大名。在下周相感。哎，我怎么谢你才好？啊？安公子护送诏书一事已经传遍了江湖，啊，兄弟想借来看看，这诏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？哎哎，那还不容易，我给你看好了。安公子啊，诏书不在包袱里头吗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在包袱里头。嗯，啊，包袱里头，包袱里头。哎，走。啊，白子里头怎么不见了？怪了，不见了。哎，安公子啊，一定是你放在什么地方给忘记了。快想想看。对了，在龙门客栈。在什么地方？在我床底下。安公子，你我告诉他有什么关系吗？他是老实人，你们懂不懂？牙疼，哎呀，牙疼。真傻瓜蛋。走了，走了，走。快走吧，又是他，别让他看见了。你能够抓到这个人吗？这个价钱我办不到。他是个游侠，名字叫周相感。他说，国丈的赏格太少了，
哦，他说那份诏书，还有安公子的人头，就是。是什么？小的不敢说。说。是。是国丈的一条命。你真是个饭桶！你们赶快去。啊，是。赶快把他给我找来。快去。是是。周大侠，这叫人生何处不相逢，相逢有如在梦中。不要装傻了，其实我知道你并不傻。哎，只有你才了解我。把诏书拿来。啊，诏书？诏书？你要诏书干什么？有了诏书，我这一辈子就吃不完用不尽了。拿出来。啊。你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吗？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！
再耍花枪，命就丢了。快说。那玩意儿我早就丢了吗？啊？丢了。凶人行凶，万里无踪；善人行善，路路可通啊！啊，让开！善哉善哉，人怒片刻，神怒千年呐、啊！住手！为什么要欺负女子呢？少废话！刀剑之用，贵在不战而服人之兵啊！周大侠，你是当今江湖上一等高手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既然不敢使用刀剑，我们就来下一盘棋，谁胜谁负不得埋怨。好，能够医好他。你绝不能害他，我们就相信你一次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
哎呀，啊啊啊！哎，他一打就医好了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是我把他打伤的，现在又把他医好，你能做得到吗？老师傅，他给我胡乱敲了几下，就给我敲好了。我不能在好人身上开刀，这招我认输。好，如今你我各办一场，互相平手，再比一次决定胜负。输者让步，立刻离开这儿。我赢了，你再不能干涉我。那当然。这回你出题目了。你猜我手中有几只鸟啊？三只。真是假，假是真，空是有，有是无啊！这是妖术，不错，武林中人，还是刀剑定江山。我要比武。我们出家人不能杀生，不能见血呀。你可以找人代。好，吴光，是你去请铜铃来。是。他是谁呀？他是我一个俗家弟子。什么时候能来？三天。如果三天到了，他不能来，那我就认输了，随便你怎么样。哼，好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谁都不准离开这儿。好。那边看看啊。Thank you.
周大侠，我们下一盘棋如何？好。周大侠，下棋嘛，总是有输有赢的，生什么气嘛？我不舍得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你也明白嘛。喜欢这个地方吗？这儿只不过是一座破庙，有什么好喜欢？我是想，人心都是肉做的，不能没有感情吗？感情？多少钱一斤？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有说有笑。我觉得这种生活才有意思嘛。但是，你有任务。啊？我现在的目的就是要那份诏书。如果有谁敢来阻挡我的话，我就要他的命。天下人的性命都在你的手里。真的？你要把诏书送到忠臣那里去。这件事情越快越好，不能耽误了呀。你总是这么慢腾腾的。啊？干什么？我想跟你谈谈心。可是，我有很多话跟你说。可是我，不要说了。我都明白。什么话？快说。你急什么吗？我要进去。你怕安公子跑了？那当然了。
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说我就宰了你！这是你们师徒两个把他藏起来，你要是不说，我可就要你好看了。啊！干什么？啊，对不起，恕小弟无礼。分头围上去。好。
帮土匪啊，真该杀。嘿，你呀，还真了不起啊，真是个大英雄。站住！赵叔，赵叔啊。又涨价了，这个不过价钱还不高，我要10000两才卖，拜托你再多保管几天。小子，你还能活几天，现在时候没到，你别害怕。我来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呀？这个周相感呐，我看他真是个大混蛋，真是混蛋加三级。对了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骂人家嘛？怎么？我看他总算有良心的，要不然他拿了诏书，就会要你的命。啊？哎，现在先不要谈这个，哎，你说，他会不会分得出来那个是真的呢？我想，他认不出来的。哎，你怎么样分得出来真的跟假的呢？哎，这真的上面有写呀，你看。这个假的就没有吗？是吧？真是。多谢你们了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玩意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周相感，周大侠，吴国让小的送一封信来，敬请过目。
请你转告吴国长，就说我周相赶准时到达白沙滩。好的。安公子啊，周相赶真的把你给出卖了？不会的。他不是这种人。你的头我替你保管了这么久了，现在是时候了吧？啊，我要卖了，请你快跟我走吧。啊，我的头是你的呀？你真的拿他的头去卖钱吗？当然了，10000两黄金，不是开玩笑的。老师傅，周相赶要把安公子卖给吴国长，您看怎么办呢？您快出去挡住他吧。人家说你没有良心，周相赶，你真的没有良心吗？哼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是一个不讲感情的人。你这一套少来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周相赶，你答应过老师傅的，怎么可以随便把他带走呢？哼，现在3天限期已经过了，老师傅也不能干涉我。人了，周相赶，你真是一个恶性难改的大强盗。走啊！你们不要哭嘛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我的头能值10000两黄金，做人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也算够本了。救过我的命，我该他的人情债，我应该跟他走。走。玉凤，你一直待我那么好，我也从来没有报答过你，
记得我们当初相见的时候，你不是想要这把刀吗？啊，我现在用不着了，把它送给你了。请你们多保重了。壮士就是周大侠。走。他真的就是安公子吗？国丈，你忘记了，还有这个呢。你们把黄金车推出来，送给周大侠。啊，是。
玉凤啊，你们快点来救我！快点嘛！你们快点来救我！压起来。放手！两个小丫头，你们哭什么？我们倒霉，吴道，你的口运很痛，但是天下的仁人志士不会放过你的，到时候一定会联合起来反抗你这个奸贼，将你碎尸万段。放脸！太不像话了！怎么样？我看不顺眼。谢周大侠。周大侠，我们的买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？我想了一想，这桩买卖我划不来，因为太便宜了。不仅是这三个人的问题，还有全国老百姓的前途。你好贪心呢。那么，说吧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满足呢？我要你顶上的人头。放肆！
杀！哎呀！吴道已经死了，皇帝也不会再受罪了。现在这个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可是这些狐群狗党怎么办？从者无辜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好，好。多亏你了。哎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小意思。周相敢，你把安公子留下来。老师傅，你听我解释。老师傅，没什么好解释的。周相敢，现在我的女弟子已经来了。老和尚，你还讲信义吗？三天期限已经过了。你想要干什么？我是为了维护正义，杀尽天下所有的坏人。别打了！是周大侠救我的。好。